谢谢宝宝们的火箭，你们火箭不停，我的嘴就不停。作为一个拥有这么多粉丝的美食主播，竟然明目张胆的浪费粮食，这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浪不浪费关你屁事儿。花钱买食物是为了吃，不是为了来糊弄粉丝谋取不义之财的。你都管什么闲事儿？你是记者还是律师？我是你粉丝，不过现在脱粉了，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大家。我可是有千万粉丝的大网红，你敢拍我？哼，花里胡哨的，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这么弱。可恶，怀孕弱化了我的超能力。信不信我叫你永远闭嘴？这是什么？沈天，在你的孩子出生之前，你可得好好的给我活着。糟糕，我要生了。